家好，我是 Lillian 啦。今日我终于放假啦，跟住之后咧，我有个朋友咧知道我中意王子，所以帮我安排咗一个嘅放假活动啦。今日咧就系王子喺香港嘅生日音乐会日子啦。咁于是咧，我就决定放假就嚟好好咁欣赏下呢个嘅音乐会嘅。因为咧，其实我自己咧就系喺旧年睇咗《首饰立正我爱你》之后咧，我觉得王子真系好正，超级正。所以咧，我就迷上咗佢啦，喺眾多台星入邊，然後跟住之後，我有個朋友好好，佢知道我中意啦，於是咧佢就幫我安排咗呢一個嘅活動，所以咧我而家就去睇音樂會啦，耶、yeah! ！我哋你媽媽知道你這樣嗎？媽媽知道。二十歲以下我看看，你們是因為什麼認識我的？啊，黑糖瑪奇朵，范棒棒糖。好、哦，超级星星，我爱你这么新啊！标准，你没有想过你们会这么爱我吗？耶！啱啱咧，我就睇完王子嘅音乐会啦。我想讲咧，睇完成程之后咧，净系可以讲佢真系好靓仔啊！又我发觉到我自己咧太迟认识佢啊，因为我上年睇《首饰立正我爱你》，我先真系认识佢。我啱啱见到佢嗰阵时候咧，因为我冇谂到我朋友佢会令到我有机会同佢影相啦。我本身以为佢就系带我嚟呢个嘅音乐会啦，点知原来哇！我覺得我好感謝佢，多謝你嘅朋友。之後咧睇翻張相咧，就係嗰啲典型迷妹嗰啲咧，已經一見到自己偶像就硬咗嗰隻笑容啦。我想講佢個福利太好啦，佢喺嗰個生日會咧，明明係講話六點到七點半噶嘛，原來完結個時間咧已經去到八點半噶啦，所以其實佢係真係 overrun 咗好耐咯，將個生日音樂會。希望王子快啲再嚟香港，我可以快啲再見到你，耶、yeah! ！希望大家中意今次影片啦，中意記得俾個 like 同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啊，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